你不要动，停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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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怎么做什么？我刚在这边停下来。你爸妈会伤心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你干嘛？医护人员，你先走开！医护人员，你干嘛？哦，抱歉，抱歉。那个陆警官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佩佩嘎警官。啊，你等一下，谢谢。佩警官，米小宝找你，他在警局门口。来来，我相信就是现在警局应该人手也不足啊，有没有考虑带上我一个啊？我会救人啊，我是正正当当的急救人员啊。如果在一起出勤的时候出了事，我也可以帮忙啊。所以我想说，你是真的会救人吗？我真的会救人，不然你现在倒看看，我就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我现在其实有伤。等一下，我也现在其实有伤口。等一下，让我看一下你有没有。啊，这个会收钱啊。我告诉你要证明我是否会救人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先不要抓我，你先跟我约定好不要抓我。你先治我就好了，你先治我就好了。我想要让你知道我多会救人嘛。我希望你可以治疗我。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多会救人，你枪借我一下，枪借我一下。为什么要拿枪、啊？下一个不会。没有，我想要让你们倒地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多会救人了。那你好，我倒地了，你救我。我也。哦哇！哎，不，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哎、不是什么东西，我已经有伤口了，我已经有伤口了。不是，没有关系。对，冷静一点，我知道你可能想要跟我们有这个业务上的交流，但是不要这么激动。而且你们带上我，我这样子只要救一个人，我拿40,000，我分你们10,000。所以我们一个人拿5,000哦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不太正确。不是，你们一个不是要跟我一起出勤的，跟我一起出勤的啊。就是你们只要带上我，我就211会比较好。211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数字。211，我不用吃饭了，你知道我这个一个医疗包多少钱吗？走了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一起去嘛！我也，警铃，不然他知道了怎么办？他不会跑吧？他会跑了，谁不会跑啊？他耳朵这么好的吗？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刚刚破坏了我们这个警车的这个玻璃、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玻璃只要我们一起赚了钱，要修几百万个玻璃都不是问题哦，哥。有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是吧？我们只要抓到他们。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、啊。停下脚步，你爸妈会伤心的。你不要动。停下来。停下来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怎么做什么？我刚在这边停下来。你爸妈会伤心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你干嘛？医护人员，你先走开！医护人员，你干嘛？哦，抱歉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了？就是呢。干什么？先关个警铃，不要上警车啊。OK， 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刚刚有收到这一个线人报告说，这里附近有毒品的交易啊。有毒品的交易？对，有毒品的交易。假的？对。哦，那所以我可以走了吗？没有，所以我想要询问你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消息，就是看到有人在这里毒品交易什么的。没有哎。真的不要毒品交易啊，爸爸妈妈会伤心的哎，你爸妈在流泪，你感受得到吗？哎，不让我收一下你的车子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的车子应该没有置物柜。OK， 我买了之后发现没有置物柜，有点后悔买。那你是不是曾经想要放一点东西在上面啊？我当然想要放东西啊，不然我身上东西很重哎，我都没办法放东西在上面了。警察先生，他真的没有做事吗？他身上真的没有毒品啊。他身上是真的没有毒品。不是，我真的、啊、我看到你们来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、但是你知道我没做任何亏心事，我在这边待着我没有跑，对不对？OK。 哦，你身上这个钱有点多啊，你这个肯定要考虑存在银行里面就是了。不是，我这个钱是很多。等一下警官，我觉得在讽刺我。那总裁想不到20,000，我觉得在讽刺我。我觉得在讽刺我。真的很多啊。
你这个钱是真的很多，我钱已经包20万的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很多？你昨天开了我多少罚单来？哎、啊，皮皮干警官，你要载我回去吗？啊，我可以载你回去啊，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身边的朋友啊，就是不要啊，要大家一起维护这个城镇的安全，麻烦你了。可是我身边朋友就只有你后座那一个哎、欸。OK， 下次再见。我是朋友吗？哎、欸。皮皮嘎警官真的不把我加入你的麾下吗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很认真工作的人呢、欸。你看我刚刚的表现是不是很好啊？车辆盗窃哪里？抓车辆盗窃！谁？车辆盗窃，你们医生来干嘛？说不定会有危险呢、啊。比较麻烦的是这个没有。车牌啊，我车牌，要看一下，看一下车牌，看一下车牌。哎、欸，是刚刚那边的、欸，感觉是那个人吧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等一下，我回来了。这里有车辆，街道细节，请问这台是你的车吗？是我的车啊。这台是你的车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要跟你报备一些事情啊，就是我这台车我没有他车钥匙，但这确实是我的车，我从修车厂领出，我从那个什么那个后压处领出来的，我还付他300块领出来的。OK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没有车钥匙，所以我问一下，你们知道车钥匙要去哪里打吗？这个应该也是在修车厂那边，但是我想可以请你下车一下吗？哦，好。OK， 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稍微检查一下，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车子？这是我的车啊！我从昨天开始就在开这台车，这个名医生可以帮我作证吧？我昨天开始就在骑这一台呢，真的，这是名医生可以帮我作证。确实，这是他的车，确实他的车，他的车。他昨天冒着烟的样子，我还记忆犹新。不是，所以我这钥匙不就只能接线启动？所以这样子，就算偷窃是不是？是这样子吗？我只能这样接线启动啊！相信我，我可怜，钥匙不见了。OK， 你。皮皮卡警官，真的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那是他的车，虽然他现在的行为非常的荒唐。我建议你这里直接就是打电话给修车厂，然后就直接给他打一把钥匙吧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我现在直接骑过去，不停车，OK。Okay.路上小心，不好意思，惊扰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先走。OK， 怎么这里又有窃盗案啊，冰冰？他因为他刚刚又接线啊。哦，对哦。他只要接线就会是窃盗啊！你会看他在接半天吗？记得订阅咪咪的频道，更多影片在这边，还有想看更多的话在这边。噔噔噔噔噔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不会错过咪咪的影片。